大家好，我是老肖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帮手阿耀。今天呢，我们 CLS450 要交车了。我们的车主就是我们的曾医师，对，不是假医师哦，是曾医师，就是上次哦来我们公司帮我们大家打疫苗的那一位啦，哈。对，那他这台车呢也很有意思。其实哦，车子还在国外哦，曾医师就跟我们下定了，车子来到国内，到了保养厂做准备的时候，曾医师也有过来检查。今天我们日规的 CLS450 来到了齐力汽车，趁客户还没来之前，让小帮手阿耀带大家全车巡检一次，把第一手车况带给我们的客户。其实哦，卖车很简单啊，但是你要维持一个好的服务品质，这个是不简单的。我们这台车呢，现在完全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待曾医师的到来。在我们完整的检查，在顶底盘时发现前差速器油封跟右后避震器有油气的现象。车主知道吗？知道，当时就以照片的方式跟车主陈述这样。后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后来我们直接请齐力帮我们得定原料，并且直接更换上去。其实哦，很多的我们讲说中古车它是不会处理这个问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是漏油气哦，它不是坏掉。那中古车嘛，它不是全新车。但是以我们的水准来讲的话，我们希望我们交给我们的车主都是一台接近新车品质的车子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定了原料，把它更换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品质。专业日规外汇车在10月16、17、23、24举办赏车试驾会，厉害啊！现场有多款外汇双拼让您试驾，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爱买正正点，赶快来找老肖。